小盒。他最好装得起来。我不晓得。看会不会全部都掉出来？那谢谢。它是可以的。你看，谢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反正送钱的这几秒啊，看一下啊。这包原价35块，我们只能用20块，就要把上面这两包先扫下来。你等下帮我看几秒，我要帮你录它看几秒，我看不到哎。八，不行，它的夹子太低了，完蛋了！哇，丢到后面是超强哎！往后丢，如果中在后面的话。超强，20块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那是可以走了。来来来，小鹅一定要吃这个。小鸭准备赚小鹅奶粉。好，来空灰，好，牛掰。不能留恋，不能留恋，你要动口一点。哇，哦，有想法，有东西，一次就好了哈，你要吗？再一次就好了，没有啊，一次，来一次三包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你要夹前面的三包，后面一点，前面后面，它这个放不起来了，没有啊，这里啊。你如果拉那个黄色的起来，会不会推到前面？后面黄色，没有共识。好，走吧。旁边的小哥哥刚摆好，我们来起矿来。20块。要夹哪里啊？这应该随便都可以夹吧。推了一个寂寞，好寂寞，好寂寞哟。这个，这个咖啡色的夹得到吗？哪一个？这一个。这一个，对。你抽了，应该连上面的都会下。那夹不到啊，那没办法肉抓。那不然你就夹这一罐绿色的。你很有野心哎。跟你差不多。用推的比较有机会啊！啊，你刚推完了，没了。换的。哎，我刚刚帮你移除障碍物哎。好了，最后10块了。没有就不要了。保家天空，保家完一定还会再加一罐下来的。保家天空，那我先来随便一个，太随便了。哎，那这样子，你自己对角度哈，我就不技术指导了。想要瓦解它，好，已经保夹了。对，我觉得你会失败。2罐，至少有两个哦。再10块，好，再10块。你就是没有原则的女人，没有就不要了。那就不要了。来，他说一次就好。
把他们都推到前面来。他原地放下哎、欸，我们要注意那个。好，剩20块可以推。还有哪里？把这个红色的这个拿起来抽过来啊！你刚不是把它拉起来了吗？所以我们就拉旁边这一个。什么意思？这个？嗯。Yeah， 过来了。好，接下来重头戏，按这样子要怎么夹好几个？不是，它太快包夹了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。今天只能一次看有没有办法一次夹这两个出来了。那我刚刚在堆什么？就多堆一个出来啊，堆一个积木。不行。你看能不能10块，然后全部都收。10块10块收。对啊。是吗？没有，不是。但是我觉得那边没有那个一样，那边的后面都挡住了。啊，可是这个应该可以吧？跟刚那个一样。没有不一样，因为刚刚夹屁股它就会翻了，这个没有。我夹给你看，这个没有。我夹，我夹，我夹。你很适合放那的音效哎、欸，你很不服输哎、欸，我想要这一样一样的地方，那个女生在等我，不想要让她一样的地方，这个吗？你不要在那边帮人家堆保夹好，这句太凶了，剪掉。Go!
不是太用力。三十。他都没动，姐姐。你不觉得他要往前吗？有啊，他在往前。四十哦。我们希望五十出，好不好？五十出哦。我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。不会啊，我刚也是觉得应该要这样的。没有，把我妹妹的东西变。六十哦。那夹头还是夹尾啊？夹头啊，夹尾啊。它因为尾巴重。啊，它不夹回去了。那你夹头。夹头。它现在很适合夹尾，它现在超高的。你刚怎么不往前，要往旁边呢？我觉得我夹那些灰的。那你夹一下头。要夹这只还是还灰的头？夹白色的头。哦，灰的头也可以，但是你要很精准呢。最好是夹得到。因为你夹到头了。他越夹越后面了，八十了。我好希望100块以内可以夹到。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想法。你又把它摆回来了。他夹头会放掉。他保夹是多少？290。要玩吗？你玩，你继续玩啊！要不要夹粉红色的？290哎，我这样会把我钱包全部的钱都。可以帮我？这是为了以后的那个大白鹅计划做准备，懂吗？嗯。不行啊，钱夹头会空。我说粉红色，旁边这一只。因为它没有空间可以入爪。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个哎，那你就继续夹了。它好厌世的感觉。这完全没有夹到哎，你要不要先去帮我换钱？我怕你不听话。准备保夹了。那你多少保夹？还有130。还是希望可以在那之前。应该乱玩。对啊，你刚刚为什么要收我？啊，因为它都已经下了，这里只会空而已啊。可是已经没有保夹了，那碰不到啊。脚啊，接着看啊。夹脚。哦，这没办法。
我怎么弄？我不知道怎么下去，我不知道。要加多少？都可以啊。也是蛮强的呢，那个爪子勾起来的那个。Today's gonna be a good day. Wake up. Today's gonna be a good day. Wake up. Today's gonna be a good day. Wake up. Today's gonna be a good day.